人啊，不好。哎，警察先生，警察先生，他们不戴口罩的，你们都怎么处理呀？哎，我们尽量做，因为我们在取缔的时候，我们走过来他就戴。对对对。啊，走过去他不戴，那个他就在我们背后这样子，我没看到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因为毕竟我们有在一直在做。是，我了解。啊，这些人劝了半天，他还是这样子啊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这当然不是你们问题。我知道，你讲说要100%，我尽量做。我知道，谢谢你。哦，谢谢。你尽量做，那你说的要我不敢跟你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不是你，这当然不是全部都你的职责啦。我知道，就是他们不带，他给皮皮，我马上在黑。尽量，因为这些人也当作自己没有前脚，他也很熟，而且卫福部的单子下来到他们手上，也。不知道，我在后，你们辛苦了，你们辛苦了，你的无奈我们也很无奈，我知道，尽量做，你们辛苦了，好，你吃了骨头又在那边乱丢的，没有，我你给我站住，站住，站住。